巨型雷雨包，风起云涌，电光石火疯狂闪现，在缩时镜头下令人屏息，相当震撼。 难得一见雷雨包，气流对流旺盛，闪电打雷照亮夜空，一大团扎实爆炸的雷雨包暗藏雷电，透出闪电白光，摄影玩家更捕捉到高美湿地雷电交加的一刻。苗栗也有摄影师在南投合欢山捕捉雷雨包美景，背景点点星空银河，矗立一旁的松雪楼也入镜，整体宛如一幅画。哦，现场震撼。 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雷。梅雨封面来前，也有摄影玩家捕捉破晓前火烧云，天际染红，像是美丽画布。太阳要升起的，马上就是瞬间，火烧云就形成了。日夜转换，留下绚烂火烧云瞬间，天气变化则让雷雨包乍现，缩时镜头记录下永恒画面。记者彭志敏、韩志贤、王世涵，苗栗南投报道。